虎扑8月28日讯，老将马努吉诺比利今天在推特上宣布，将结束自己长达23年的篮球生涯。据 MIS 记者 Tomobon 报道，据马刺官方透露，马努将会在训练营开始前的某个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但是肯定不会在本周召开。在为马刺效力的16年间，马努场均上场 25.4 分钟，能得到 13.3 分、3.5 篮板、38助攻。编辑：黑皮。